道吗？凤姐在右边，她在我的毛毯上睡觉。你干啥？晚安。凤姐又来，对呀、啊，她平常晚上都这样，我都没有空间可以睡觉。谢谢送小浪花。哎呦，今天为什么看起来没有脖子？汤马哥晚安。可以，我以为碰见一起呢就想出去，但是好像没有，应该是有点太高。今天还蛮热的，对呀。可是我出门的时候就还好，是没有很冷。礼拜六孩子去走秀，晚安。啊，到上公班了，总算晚安。大家晚安，嘿嘿嘿，凤姐晚安，好可爱哟、哦！凤姐也想一起播吗？有可能哦。凤姐，你想一起开播吗？啊、哦，谢谢帅源，是我偷偷喜欢你，ありがとう。捷运看咯，啊、哦，真的吗？好看吗？晚餐我有吃。一凯晚安，蛮有趣，谢谢你。你今天 po 了IG 照片很漂亮啊、哦，谢谢。那是过捷运值得。我们不是跳，最后不是跳夕阳吗？就是在那里。嘻嘻嘻。香香晚安，阿基拉晚安。你跳两次。哦，你说那个，那是云门剧场那边的。对啊，我猜拳输了。哎，我发现我跟成员猜拳，我都不会赢呢。对着夕阳骑脚踏车吗？我很想要。总算买到 CD 加田路卡了。哦，你买到了！哇，恭喜你！听说现在很难买耶。路卡，你是外来人吗？现在我太久，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到那边才知道，等一下要跳现代舞。然后我就没有先，就是我都没有复习呀、啊，只想说什么是现代舞，现代舞，想说现对我来说的现代舞就是，很像舞台那边跳的那种舞，有点像芭蕾，但又不像。我也要找个机会去红树林走走，对呀、啊，一定很舒服。邦达晚安 ，Blackbeard 上晚安。现在输猜拳大会才会赢啊？不知道哎、欸，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赢啊，我只有赢 Lika 而已。Glacia 晚安，青云线上的比心，很像慢动作、一体动作大的舞蹈哦。我今天也穿帽 T， 耶，一起穿。现在我重要的是意境，喜欢这个颜色。你喜欢穿这个颜色吗？我其实很少穿这个颜色，这是卡妹以前穿的衣服。熟女，好可爱哦，凤姐！凤姐现在脚伸直了，好想给你们看。你们看得到吗？凤姐现在脚伸直，超可爱的。因为凤姐在那边，所以我今天没有整理好床上的那个床上的被子。柚子那边袖子对，袖子这边有图案。印尼卡就等于利鲁利鲁组合中优胜呢。不是的，我发现我跟 Lika 的那个生父
运吗？运气都蛮不好的。对，谁敢晚安？就是平常运动，不是平常运动的那种，就是猜拳啊，或是玩游戏啊。我发现我跟 Lika 都是运气比较不好。哦，好像好了，好像好了。强盛很，我没有看。有画面了，哦，好，好，我要重新念，朵德圈晚安，卡丘，OK。好，我决定我要重开了，可恶！是不是现在顺？现在顺就好，好。现在有在顺吼，好，好。我想说，我还没念前面的留言。对，谢谢重盛说跳得很棒。对，我知道《马奇斯卡洛根诺》里面的熟女。我记得麻油前辈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记得他是演蛮可爱的角色。对呀、啊，复运组合，希望怡我就是刘家是复运的，然后怡真是复运的，复跟复成下来变成，就是变成是家的嘛，变成生运组合，圣运吧，圣运，迪卡就是这样才可爱的，没错。笑笑嗨，演冰箱的时候，卢卡西你在想什么？我心里在想什么？哦，对，我刚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到那时候啊，他们说等一下要跳舞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跳现代舞，对，然后也不知道今年的学测的题目是有跟冰箱有关，完全不知道，对，所以都没有复习嘛。所以我就只能当我自己想到的冰箱，负负得正，对，没错没错。鲜肉冰心晚安，可可妹莎晚安，小易晚安。对，可是一开始啊，我蛮可惜的是，一开始我跟品涵前辈还有面面前辈，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然后一家那时候笑着说：“哎、欸，你们三个超有默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开。他”他呀，可是那边很可惜被卡掉啊。还有那个一家原本说冰箱突然想劈腿，然后我们三个劈腿，那里也被卡了。然后那时候还就是劈腿完说，劈腿之后一家说冰箱突然想要大叫，然后我就啊，好痛好痛，因为劈腿真的很痛。但是我想说为什么被卡，可能是因为我裤子穿的太短了，然后脚开开的，这样可能有点不太好，所以就是可能被卡。对啊，冰箱劈腿，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说，为什么冰箱可以拿到满积分？然后后来说，为什么冰箱会劈腿？那边也被卡了。
对对，冰箱突然想打编辑，好想看，不行，冰箱也能劈腿，我也完全不同意，我也完全不懂那时候的意思。但是我们三个不是很会劈腿的人，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是很痛很痛，看不下去。姐姐可以帮忙上人权马赛克吗？应该是看不下去，乱叫肯定会被卡的。哦，对，应该是。我们一定啊，好痛，好痛，好想起床，不要再劈腿。那应该就是出底者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嗯，不能跳舞时间太长。如果能劈腿，我没办法180，我最厉害的时候也是175左右，现在应该是150，嗯，就是没办法这样，就是骨关节。没办法这样，顶多这样。那时候人多吗？蛮多的诶，也没有到很多。一开始真的有人，但是我们跳完之后发现人没有什么人了。那好，晚安，那也差不多了。对，之后如果真的有，嗯，如果真的可以秀出来，就秀给你们。等我变成180的时候，180度太强，对，人跑了，可能被我们吓到。草莓酱晚安，应该是被你们吓跑，对呀。而且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真的不止一两次哦，很多次路人都跟我们说：“哎，你们可以帮我们拍照吗？”他们以为我们是完美吧，不是偶像，那我们。可是我们也有那个 pride 哦，我们都不会帮他们拍照，我们都是，如果他们这样，我们都先看经纪人，然后经纪人就帮他们拍照，直接跳起来一个185是怎样？这样，太可怕了哦！你们看起来像专业的摄影师，哎，真的其实蛮难过的。白熊マサオス。現在のポンちゃん。可以ね。等等他起床就让他出去吧。あと何が？还要被卡掉了。好像就跳舞那里而已。是要朝他起床吗？不会。就可以要对碰角的作剧吗？你们想看吗？那个作剧哦，就是顶多摸他的肚子而已，或是屁股。碰哥有起床气吗？有哎、欸，有。哎、欸，没有，刚起床，就是他自己起床的时候不会生气，可是我们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会很生气。碰角睡得这么香，你怎么舍得赶他？对呀、啊，超可爱的。无瓜根。是不是卡了？我电脑这边有没有那个？也不会被咬嘞。上次被碰讲完了，这次对对对对对，这次要掰开洗。
Double Return。下上次期待你们下下周的美食，对，我也期待。可是我忘记拍照了，我忘记拍美食照，所以就只有，应该只有合照而已。现在好了吗？对，加倍风环。那我肯定要先吐槽。呢，我讲，在睡觉。我明天找机会去红树林跟淡水走走好了。真假的？明天哦，明天。对，希望不会下雨。啊，放倍吗？加倍啊，加倍奉还。朱莉安晚安。小白兔晚安。谢谢朱莉安送我一元棒，耶！对耶，我的合照会突然变很少耶，谢谢你们。想说应该有人帮我买。今天到十点半，嗯，对，没错，1.5小时。噔噔噔噔。对啊，剩15了，谢谢你们。最近很多人发薪水哦，原来如此。你听说卡妹昨天拿到那个 bonus 叫什么 ？bonus 的中文突然忘记，年终吗？年终是 bonus 的意思吗？bonus， 下礼拜才有年终，卡妹还不把剩下的合照券都包了，瑞卡人气很旺，对、啊、你们是你们帮我买的，谢谢你。如果节日前没人买，再多买几张，真假的，那可以拍更多照片。过年前大家口袋都满满的。对呀、啊，好好哦，卡妹也要买，也是买小迪的吧？对呀、啊，怎么可能会买我的？卡妹，对，她是因为是新人，第一年嘛，所以听说拿到的都就是金额没有比其他人多，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很多。我昨天也买了几张了，哦，谢谢你，买了一下就瞬间上供给好耶，开心。而且也没有做满一年，新人都这样了。哦，对，但还是很贵啊，就是，对我来说还是很贵。哦，红白一元棒。我还要留一些买生鞋啊、哦！真的好，是不是快出来了？二月的感觉快出来。跟卡妹说小迪的没了，来买几只哦。对吼，小迪前面的最好有，小迪前面的最好没有，就是最好没有卖完，一定卖完的。对呀，那可以叫我填，卡妹只好改买塔瓦哥的。塔瓦哥，塔瓦哥的多少钱？塔瓦哥的需要买 special gift 吗？还是要买别的东西？美如晚安，困着了吗？刚刚吸猫的时候，口红上。
好像粘住了碰巧吗？小迪前面第一时间买就没了，一样价位哦。关门了，小迪卖完了，我就专情了。ハイレワールドさん、晚安。名前が長くなったね。期待二月的升血，听说主题好像不错，对，我也蛮期待。小迪的很快就清光了，一定的啊。罰ゲームみたいなもん、あらら、そうなんだ。かわいい。ね、喵喵在房间吗？还在呀，他还在睡觉，看到吗？这边，咦，所以碰巧的身上粘着卢卡的口红吗？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就是我是不会全部都靠，全部都碰在他的身上。インスタ見てよ。あ、ありがとう。嬉しい。我也养了一只吗？真的哦，可爱吗？碰巧通常都睡多久？碰巧吗？他晚上比我早睡，他其实12点就开始睡了，然后早上5、6点起床，然后中午又开始睡觉，可能睡了3、4个小时，嗯，然后现在还就是现在又开始睡觉，现在可能再睡三个小时左右，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他就是。睡一下，然后又起床，睡一下，又起床。看一下，猫大都在睡。碰巧早睡早起，还要睡午觉，超健康。对，现在还在睡。我现在看到很开心的，很开心，也不是很开心，就是让我很惊讶的事情。我之后开播一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4.5小时就好了。又少了半个小时，但还是很开心。这样碰巧今晚12点还能睡觉，蛮强的。对对对，0.5小时，所以可能之后就是1.5、1.5、1.5。啊，所以因为我一直都觉得5个小时好多好久，怎么这么久？那还对，还是一个礼拜开3次。我自己比较习惯1.5小时，所以之后1.5小时3次，对，没错，对，这样你们就不用那么累了，而且就是一个礼拜呀、啊，就是工作太忙没办法播的时候，也不用补5个小时，4.5小时就好。下个月开始吗？我看一下哦，好像是，说不定猫咪在清晨的时候活动，没有，它在睡觉，是我在活动，代表我们会少看到卢卡半小时，啊，哦，也可以这么想，可是2个小时也不觉得很久吗？耶，不对，那我们看你的时间不就变少了？一个礼拜还是可以看到3次，这样时间很平均，如果你哪次聊比较久两个小时，那有一次只要1个小时哦，对对对，
可是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有点短，就是感觉，哎呦，开始有话题了，然后就要结束了那种感觉。那个讲空巴拉空巴拉，那这样破家要不那半小时，发生什么事才减少的？不知道哎，应该是公司决定的，一次1.5小时我也觉得比较刚好，对不对？他说小丫头。本来就应该以工作为主，直播只是辅助。嗯，我不介意多看几个小时的卢卡，谢谢你。时间一下子就不见了。话说我昨天有梦到卢卡载我出去玩一间旅馆啊，旅馆吗？旅馆表演。哦，原来不是跟你一起去旅馆，是我在那个旅馆表演。太好笑了吧！我有时候也梦到你们，一天看 Look 25小时都可以耶、yeah! ，谢谢你们。要看那2个小时在做什么，不过一般来说2小时是蛮难一直嗨的，对，是真的有点难。我可能最后半小时就开始累了，然后，也是蛮好，直播蛮好玩的，但是。就是规定的还是不要那么多，我自己想开播自己开5个小时是 OK 的，但是希望规就是最低的门槛不要那么多，像是我突然要改时间，不是要就是惩罚吗？加半个小时，嗯，除非那天比较累，不然一个小时真的很快。不过隔壁有个每次直播都在拖台前，是吧？跟我一起去旅馆不太好吧？被文春拍到怎么样？文学呢？那个 sentence spring 那个。如果30分钟给凤姐开播，如果会轻松一点，那我愿意看一下凤姐。凤姐，再给你们看凤姐。每次要他准时收播还不愿意，睡播不行。田中晚安，上次有半小时在玩猫。Steven 晚安，时间有时候太久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嗯，对，嘻嘻。Steven 的这个脸好可爱，我可以看碰奖。拖台前半个小时，小慧豆是实现自动加班。なんだっけ sentence spring って。誰が言ったんだっけ？ベッキーか誰かだった気がする。不然叫卡妹代打好了。卡妹吗？我其实我蛮想跟她一起跳，叫她戴墨镜啊，然后戴口罩啊，这样就看不到脸了。我的叫阿白哦，所以是白色的猫咪吗？卢卡开的开心就好，开开心心。可是我还是全团要开播最多的。对，そう、なんか文集の話になったから、覚えてないけどそんな感じだったかも。之前不是就有一次玩游戏，叫阿白是黑色的，那是什么？我忘记，ミオリの森吗？有个电影里面的狗狗，它是因为被就是有那个魔法，然后原本是。他叫阿黑黑，但是他其实很。我跟他已经减少30分钟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一起生的前辈对一样。可是这样一个礼拜2次，可能只能播2次。Michael Jackson。
之后有更多。对，希望希望是。好像有点卡卡的哈。对啊，希望。对啊，公司让我们有更多工作。对，还是很开心，就是没有时间的压力。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还是很开心。可以。现场活动的，对呀、啊、对呀、啊，是什么拍摄啊什么的。卡卡的就等它顺一点就好。好的，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卡，所以你们要告诉我，不然我会一直讲话。疫苗好像研发出来了，希望对人体有用。对呀、啊，如果有疫苗，我应该会打。今年希望疫情可以过去，真的，真的，好了一点。对，大家有吃过这个巧克力吗 ？Lindor， L-I-N-D-O-R， 我妈妈的朋友送我的。握手券我逼不得份填完了，啊，辛苦了，真的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到时候，对呀、啊，好好的握手。就是你看到留言收卡的时候，好的。李冠晚安 ，Lindo， 第一步也被没有，对不对？那被关应该很难很难。今天是用电脑，所以是哦。太郎さんはあれかなのかな。吃起来，哈利想谢哈利想谢谢送我鼓励，那是要给我巧克力吗？下礼拜给你好不好？情人节巧克力，这是简体字，一部还没有数字。对啊，我记得没看到卢卡的食物就好想，请你嘟嘴好啊。现在网路没，现在没有网路了。哦，这个很好吃，但是很甜。哦，原来这是白色的，我以为每个都是一样的颜色。太坏的卢卡。不然我也好想买。またまたまちょっと。里面是巧克力酱，好吃。我今天要带这个。これで5時脱字が減ると思う。やった。白色巧克力要白色情人节吃。哦，是这样吗？在白色情人节采乌蛋啊，鸟蛋哦，鸟蛋。我的感觉要怎么办？你懂不懂你？白巧克力蛮甜的，现在买不到专辑了，太晚订，我还被卡了100张单，哇，辛苦了辛苦了。我的朋友啊，他不是 AKB 的粉丝，应该是我爸的朋友，然后他买的 CD 就是为了我，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没有我的声音。对，然后他也，所以他也应该不会去握手会。
你们觉得那个里面的握手券呢、啊？如果卖的话，可以卖多少？我想跟我爸的朋友讲一下。对，要买特别版才有，可惜。他要去沃鲁卡吗？没有没有，只是想，只是就是应该是想支持我吧？对。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支持，然后就先买 CD。但是我不是选吧？300收，200收，我可以跟他收序号。对对对，想说好像可以卖序号，对不对？如果没有我的声音，没有没有，就是这个16个人的版本就没有我。因为我可惜耶，我都没有我跟妮妮未来都不是没的呢，你跟他所有路卡的签名再加500上去。请他再去买600人的特别版，里面该有我的声音。对，结果他会买合照会的 CD， 可是他应该不会想来合照会。Luca 太聪明，没进 Hello 选拔，可惜，太好笑了。哎，可惜我看得懂中文，嗯。那统测题太简，也不能说，我也有错的题目。比起学测啊，什么指考啊，真的太简单。虽然我那时候，对啊，我不是考满分，我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因为我高中都是就是读学测跟指考的东西嘛，嗯，所以想说，哇，差怎么这么多？那个朋友嘛，然后我爸因为我爸的算是跟我爸做同类的工作，对，所以想说可能就是想说同事的女儿当偶像来支持一下这样。你当初考试多错几题就好了。他要 special gift 我直接算了，我很多哦，对。对，你就可以有人里面谁看不懂中文，都看得懂中文。我也考统测啊，真的 哦，在台湾吗？啊，对对，是台湾人。我先吃巧克力。嗯，15分蛮久的欸。全部的卷都送给工作人员。公演好像可以，公演不错，他一定会觉得 Luca 超厉害。ロカティの乾燥以上が入ってるショコナ。わかる。でも台湾じゃ買えない。美味しいけど。サージーディディ晚安。还在烤。气噗噗。可以来公演看《鹿港演坏女人》？不会啦。希望下次可以演好女人，或是什么其他的动物啊什么的。哎。气噗噗，谢谢坤坤送1元棒。
点了吗？谢谢季风亮送的比心。他可能会担心卢卡的眼皮不酸吗？眼皮什么意思？坏女人二月光有想看是不是？有可能有续集哦。生气的时候就要去攻击小琴的村庄，不行啦，小琴是好人。好女人就不用演了，本色演出就好啊。所以你说，你说我是好女人，好像不错。应援，对，每次都讲错。应援，二月的雏菊龙卷风，续集写好了吗？还在我们其实还在讨论 MC 内容，不一定会演戏，嗯。谢谢少文手里，因为你一直 wink， 我都没发现，好像剩一点了。OK， 那所以你们觉得？如果原价卖那个序号，有人应该会买吗？最期待雏菊的 MC， 耶、yeah, ！谢谢。可是要怎么卖，我也不知道哎。你们需要那个纸是不是？还是只需要那个号码就好？不演戏真的打起来吗？现在缺货吗？卖原价还是有人会买？好，可以免去处理垃圾的麻烦，号码就好。还是会有吧，但不会是我。好。那我会跟他讲一下，对，不然觉得他都买 CD， 然后都不会去握手会，然后那个号码就，对啊，不会被用到，好像有点浪费。其实信得过对方，直接拿号码就好哦。号码你可以用摩斯密码偷偷让我知道。了解，卖给卡妹或小弟。可以去 DC 买哦，好，还是让给卡妹去我小弟，说不定把朋友早就填好了，应该没有吧？我不知道哎，或是推广卢卡，对、啊，希望他没有丢掉。超哥晚安，对、啊，可能不啊，不要说了，说不。也有可能他不是推我。还在睡觉的碰脚，不然给你去沃迪卡好了。所以我要排队吗？对方是大叔吗？就是我爸的朋友啊，所以是算是我机上吧。但还是比我的爸爸年轻，下次在剧场门口发彩带的应该是那个朋友，笑死我！结果他已经舔小迪了，哼，有可能。对，我昨天，我今天走路的时候突然想到，牵手的时候。你们觉得男生的手在前面，还是女生的手在前面？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是男生要前面吗？还是女生要前面？这样可爱吗？谢谢，谢谢青云。
好问题，对啊，这个要赶快回答，不然我会觉得你们都没有经验。对啊，这个要，如果要是，如果是不是，如果需，如果需要时间思考的话，可能就是平常不太会牵手的。十字架，你说这样吗？嗯，先不要考虑这个。我到手伸出去，让女生自己选。哦，有差吗？是有啦。我都牵前面，女生不要靠近马路那一侧就好。当然，如果想怎么，我都配合。我是没接，不能两个男生牵手吗？两个，看你们就是男生跟男生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等等跟你们说。ルカ应该是喜欢背带领。路上では繋がない。あ、でも日本だとそうかもね。わかんない。台湾だと別に全然みんな普通に。太好了吧、ルカ。但是会觉得要花时间卖一张很麻烦，不会考虑这么多。通常我在前面，但握久也会换边。ルカ呛我呛够了没？对不起，对不起。但我很惨，照顾小孩，牵小孩牵习惯了。小孩子的话我不知道欸，可是女生的话，好，我教你们，一定要男生的手要前面哦，不然呢，女生的手这么小，要怎么抓男生的手，很奇怪哦。对，但是听说有些超级超级被动的男生。跟超级超级主动的女生牵手的时候，听说女生的手在前面。可是我认识的朋友，有男女朋友的，99%的人都是这样，都是男生前面，女生后面。所以多分ね、実際に握ってみたらわかると思う。すぐ。配握前面的还是比较想主动权。男生的话会，可是女生的话，女生跟女生的话不太会。不太一样，因为女生可能都习惯这样牵手，这样跟男生，所以我们不是有时候不是 AKB 的那个舞蹈里面不是有牵手的吗？通常呢，学姐啊，年纪大的都在下面，然后年纪小的都在上面，就是要配合那个女生。我不觉得我的手会比女生的手大多少。卢卡的恋爱哲学教室。这算是杂学吗？私でも女が前のこのタイプのつなぎ方は本当に見たことない私の周りでは。你跟一真都怎么握？啊，那我下次握握看好了，看一真会不会这样。我只会注意小鹿卡的手的大小。嘿嘿嘿。握手会来慢慢研究一下好了，好啊，你们也可以男生，你们跟男生牵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男生牵的话比较，那个叫什么立场吗？他几吧？是不是比较就是职位比较高的人在前面？有可能，有可能哦。所以你跟男生牵手的时候，看男生会不会这样。如果他对你这样，他可能觉得。他把你就是小看，但是男生应该是都这样吧，习惯这样给，你们可以试试看，跟朋友试试看。谢谢绿哥赠送1元吧，绿哥是我的姐姐，请带我。男生之间应该很少会牵手，对，我也想知道，但是跟绿哥研究为什么我们粉丝在排队还要牵手。你是说零跟一？男生通常不会牵吧，女生也不会牵呢。可是我们舞蹈的时候，还是就是有时候要牵手。後ろの方が握りやすいからじゃない？女の子の方が後ろが多いの。多分ね、女の子の方が手ちっちゃいじゃん。前からこうやって握っちゃうと、女の子のちっちゃい手で男の子のでっかい手を握ることになるから、絶対に、しかもこうやって歩くときにさ。女の子の手が先に出ることってあんまないんだよね。その
女の子が男の子の手を引っ張る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るじゃない。重いのに男子の手の方が。不太想去想想跟男生牵手，好吧。瑞卡，我先去买了，先拜拜，好吧，拜拜。我可以跟凤姐研究一下，好啊。瑞卡喜欢看为什么会在对夜排队牵手的肌肉呢？女生比较会牵手吧，出去玩什么都好像都会靠着。我是不会，我会觉得很奇怪，嗯，就是。嗯，那点的咯。就是想说出去玩应该不用牵个手。但是小时候的话可能会，就是国小 一二年级的时候。上次想跟露卡手牵手去厕所的女生已经被拒绝了。难道三月握手会我们大家都要排队牵手？不用啦，不用。谢谢瑞卡老师。那瑞卡喜欢勾手吗？勾手是什么？这样吗？你可以现在去客厅跟卡妹试一试看看。现在吗？现在有点不方便。下次开播的时候跟你们说，卡妹怎么出生？对，开月。卢卡不是会勾着一真的手臂吗？啊，我会吗？平常走路的时候是不会。卢卡店的麻烦您来一排手牵手排好哦。The staff 变成那个幼稚园老师。好，大家排要排好哦，手牵手。你觉得十指紧握还是一般牵手好？你说。这样或是这样吗？想一下哦。其实要看他们的感情。嗯。何だろうね。これの握り方。通常这样握的人。感觉就是像男生跟女生想要比较平等的关系的情侣，就是感觉没有什么有人会主动，可能他们都会主动吧，嗯，就是没感觉没有明显的那个差距嘛，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卡妹怎么出手的？我猜先出右勾拳，再攻击肚子，好坏哟。如果回答前呢？别这样说嘛！哎呀，我现在只有握手会的时候才能牵你们的手手。握手会要求一个三角游，不行，不需要，不用穿泳裤哦。可以比较真的给大哥。还有这种分析，我忘记是谁讲的。就那个手のつなぎ方によって心理がわかるっていう。而且听说有些情侣好像这样勾勾，这样牵手，他的小拇指跟小拇指。想到这样，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牵手？握手会的握手姿势不是有规定吗？好像是不是只能这样？只好握手会陪露卡练习牵手。不会啊，你也可以来金门牵我的手，但是我什么都没做。干脆大家在队列外面手牵手跳圈圈。露卡讲跳只能你们叫来听哈。なんか繋がなくてもいいかなって感じ。也有女生抓男生的小拇指。对呀、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想知道这个的心理是什么。这样我觉得我会把女生的小指拉断。
そうかな。这边我现在查的网站写，这样就有点像，这样牵手有点像朋友的感觉，然后这样牵手比较像就是情侣啊，情侣的感觉。然后这样牵手就有点像，是没有很想做这么多的 skinship， 对，就是不太想黏来黏去，但是想要牵手，所以他们就这样，難しいね。这样我没有尊严，但 Ruka 的话我可以。只好排队牵手跳哈姆太郎了。你们想这样吗？还有点害羞，不敢全牵。我头好痛，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也不知道。还是。是不是男生或是女生其中一位的手汗太多，所以就是这样牵？也可能是女生手汗多啊、哦！对，玉人跟我想一样，有可能。对呀、啊。台湾男生都怎么牵呢、啊？这样基本上这样或这样吗？会这样牵吗？男生的手在这里，女生的手在这里。有人会这样牵手的吗？手牵手跳哈姆太郎吗？那我们要好好复习一下。讲到手汗就不浪漫了。瑞凯为了牵手做了好多研究，没有啦，不算是研究。那是牵狗狗的求婚的时候叫狗狗握手，前两种我看过，但是后面的没看过。你说这个跟这个吗？嗯，这个就有点像跳舞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起跳这种舞的。后面那个应该是手手乖，哦对，哦对，我告你，台湾的哦对跟我告你是什么？握手吗？握手啊，握拳，有点忘记了。今日は家の電波が弱くてピエ。あらら。でもうちの家の電波もあまり強くないんだけど。你那不是跳舞。是叫狗狗过来握手，是吗？就是跟他可能，那个叫什么《灰姑娘》里面的是，里面的那种剧情，可能男生先下，下楼梯，走楼梯，然后灰姑娘在这里，然后这样，握手，再来一次，握手，手手，再来一碗。我可以换边加转圈圈，呼，这样吗？在跳舞蹈里面常常有这种。来握手，我就给你一颗狗。狗狗，我看一下有没有狗狗的特效，可恶，没有。只有猫咪，但是猫咪的要开播3000小时才可以用。而兔子的话，好像什么戳戳你要500，可恶！看来只能用布丁狗。不，这不叫布丁狗，这叫什么？这个叫胖丁。Luca， 不要跟我抢狗，是我的角色。
原来玉人是玉人狗。来握手，我给你。卢卡真配合，大概是上次碰见，我一直都很好配合。左手握到，来换握手。我现在就在这样玩我的狗，小姐，幻想都不会这样玩，可恶！幻丁不是狗吗？幻丁是什么？它是什么什么的神奇宝贝？猫咪吗？我的狗现在一脸莫名其妙，怎么突然要跟它握手？胖丁狗的那个狗狗啊，胖丁狗じゃなくて、胖丁狗じゃない。最初布丁狗って言ったんだけど、布丁狗はポムポムプリンのことで、でポムポムプリンとお前これこっちのポケモンのプリンを私間違ってこれのことポンポンプリンって言っちゃって、布丁狗って言っちゃって、いやこれは布丁狗じゃなくてパンティンだよって教えてもらったの。でパンティンはそうポケモンの中のそのプリンっていうポケモン。でもプリンってなんだろう。猫なのか犬なのか。あ、それで兔子。谢谢旅馆送我告白气球，让我想到手牵手公园。手牵手，手牵手，寂寞没什么好话，因此凡人在沮丧，结果也不能怎样。什么是手牵手公园？是粉丝在手，粉丝跟粉丝手牵手吗？胖丁是气球宝可梦哦，原来，好吧，好吧，对啊，我也不知道，就是他进化了就很像兔子，进化前就有点像。有点像狐狸还是猫咪？手牵手公园是 SK48， 不对，是 Luca 跟我手牵手跳公园。胖丁气球宝可梦，好吧，算了。不赢 Pokemon， 强大声晚安。HKT Team 2现在是跳这套，了解。本当的，好像没有什么动物，就是气球。谢谢 QQ 妹上送我的手礼 ，Team 是也是吗 ？Team 是 Second Stage， 跳つなぎながら。所以大家看这个公演的时候，他们来牵手吗？粉丝跟粉丝牵手，梦。谢谢旅伴送我，粉丝在。在台下牵手不会尴尬吗？有没有人去过那个公园？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蛮尴尬的。卢卡想象一阵瀑布，有吗？这不是那个那个，所以不是这样哦。我还以为就是可能最后的安可曲啊，就是不要拿什么任何应援的东西，然后粉丝跟粉丝牵手，然后大家一起喊口，什么一代一代ことがあるんだよ。官方 YouTube 有哦，所以不是这样哦，好吧。这一次这套公演有个比独蜘蛛更过分的女团歌，了解。那我找找看。卢卡网站传给你，好，那我等一下看一看。
你们唱 Reset 公演也没有重开机。不要只看字面解释。やっぱりおじちゃんかわいいよ。嗯，我以为第一，我以为每个公演都是第一首就是那个名字，但是好像不是。想看卢卡跳ウィンブルドンへ連れて行って。ウィンブルドン ？SK 的歌吗？感觉 SKE 的歌都舞蹈都很厉害，不一定哦。好，一下。就是手牵手公演的，好吧。手牵手，手牵手，寂寞没什么好慌。チョコの行方也不错。SK はラムネの飲み方しか瀬戸り知らんな。ほう。私 SK はそんな詳しくないのよ。でもダンスが難しそうなのはわかる。你们下次有机会跳手牵手公演，我们就签给你看的。对啊 ，TP 版的。哎，现在疫情有点严重了，大家不要乱摸，乱摸别人的手。秋果的鬼蛮适合露卡跟丽卡，那是两个人一起唱的吗？秋果的鬼 ，unit 曲。比较喜欢 Glory Days， 但 Daisy 跳这套公演这首应该不给 Luca 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我跳？适合不适合吗？巧手这个有四个人哦，就算一起啊，没有一起也不能乱摸别人的手。那谁更适合那首歌？现在乱摸很危险，某个歌王现在就蛮惨的。歌王是谁？谢谢双眼送我偷偷喜欢你。穿戴一体蹦蹦不离是 Golden Retriever 啊，我知道，很可爱。チョコの行方って曲もあるの初めて知った。そう、多分ユニット曲だと思う。4人組の。オンリーユー？オンリーユー？タ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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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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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ンリーユー。歌詞忘れた。タンタンタン、タラタン。等等，如果不知道现在很多艺人常开记者会的原因吗？不知道哎、欸，你说日本的还是台湾的？嗯？台湾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现在开记者会都是也不是开记者会，是都是感染那个疫情，感染肺炎的人。台湾这边呢，因为 Glory Days 比较重，应该会先让小迪默默拿去跳哦。Luca，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不知道，是那个吗？跟那个有一个炸的肌肉的女生。有跟那个关吗？台湾有女艺人被大牌艺人
所以是，所以是这个吗？因为我同学，就是我朋友最近在分享有一个人的，就是那个女艺人的新闻，但是我没，我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原来是这个，所以他是被害者就对了。原来如此，我又学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他哈，OK，所以最近开记者会了，就只有那个吗？也不能说只有那男生吗？炸鸡肉超好笑，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我也不知道他本名啊，可是小的时候在这边提有人的名字好像不太好，对，就是夜市很有名的，很好吃的东西，不是那个鸡肉。不是这个鸡肉，现在有更多人被爆出来，还是少说比较安全。好，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有这个新闻。对，我知道最近我朋友就是常常在分享他的东西，可是里面的内容我也看不懂，但是感觉是很严肃的话题。卡拉吉的样子，卢卡应该是比较喜欢炸鸡肉，没有，我比较喜欢吃的。什么是炸的鸡肉？我说的是这个炸的鸡肉，炸的鸡肉的女生。鸡肉男炸鸡肉给卢凯斯完美。对，想吃炸鸡。我今天吃焗烤饭，焗烤饭好吃。一个陕西烧四叶草，有鸡肉的炸起来应该更好吃。什么意思？有鸡肉的炸起来更好吃？我又不会吃它们。谢谢绿哥仔送的许愿瓶。但原本要订 Uber Eats，但是发现我们要买的那家店，从我们家走路3分钟就到了，所以还是去外带。而且去买的都是我。卡妹都不会去，卡妹都不会帮我领。有加很多很多 cheese 吗？对，我吃的是鸡肉的，卡妹吃的是，卡妹也是鸡肉，那我的是炸的，她的是烤的，肉质更好，视觉跟味觉都吃饱的概念。走路才3分钟就到，还是可以买呀、啊。可是想说。走路3分钟就到的地方点 Uber Eats 好像有点怪怪的，每次都抱怨卡妹不帮忙。对呀，是他说要买那一家，路程只有3分钟，不然叫 Luca Eats。没错没错 ，Food Luca 或者 Luca Eats 都可以。这是不是又可以再吃这么一家？我不去，不然没人去啊。谢谢送我花枝精粹，谢谢送我许愿瓶，谢谢你。哼哼，不然还在睡觉，也太可爱了吧！自己还吃还不去买，卡米很坏，真的。坏坏的卡米。
不去大家都不要吃。你等你，但是我不小心吃太饱，现在有点饱。美味しかったけど。嗯。你下次找卡妹猜拳呢，说得去买。卡妹哦，你觉得卡妹会猜拳吗？嗯，以她的个性来说，她可能就拒绝，她可能拒绝猜拳。那应该还是卢卡会输啊，有可能。谢谢田中送我大白气球，不如跳个汉姆太郎。你说现在吗？到达哥，走るよハム太郎，スミイコ。走るよハム太郎，大好きなのは彗星のひまわりの種、俺を。やっぱり走るよハム太郎。大家发言，赛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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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呼！哎，我都可以喊哭了。谢谢田中送我告白气球，胖胖丁卢卡。我觉得卡妹猜输猜赢都要你去买吧。对呀、啊。对，卡妹应该会说，你喝完那都不要吃，真的。最近お気に入りのこれ、Yet Tiger。有人会 Yet Tiger 吗？ Yet Tiger 我不会。Yet Tiger 怎么喊呢？卡妹早就知道姐姐最后一定会乖乖去买，把你吃的死死的，坏坏的。谢谢田中送我一元棒吗？嗯，卢卡打 call 小教室，你可以查看看富贵前的空白。面白い動画出てくる。どれだろう？言ったいがしないと死んでしまう人病気やんこれも。ルカ要不要ハム太郎靠家学校？其实我不就是会喊喊家户会被拍肩，会觉得对这边写有人不喜欢家户啊、家户，对，就是言ったいが的。Yet Tiger 反派是因为很吵吗？どれがいいかな？哪个？我看哪个。ロードクたち。今夜は今夜はプロ感激しみ表現感知る这个好了，哪一个 TP 的话 ，Only Today 减少比较常出现。あと幼稚部ヤタイガーで検索してみて。あ、幼稚部？そう出たんだけどどれがいいかな。没有，我刚刚找到的是有一个北韩的流行歌叫《空游》，我也可以唱那首，因为日本这首歌很有名。然后他们就是这些在这个。对对，就是他们里面的欧塔哥啊，他们就跟着这首歌一起喊哭。ゲッタイがどれがいいかな、どれがいいかな。オンリートデイってでも出ないよね。これ？一番上のやつかな？
ひたすらにゆったりが、あ、じゃあそれ見てみよう。これかな。あ、ちゃさく歌うんだ。バイバーバイバーチャオチャオバイバーバイバーチャッパービンガーダッシュバラサウリベンガー恋になりたい歌より真是我唯一唯一会喊的这是哪一首乃木坂46的 I See。この曲歌えないんだよな。しばらく聴いてみよう。後半がやばい。やったいやなりたい今アクアリウムで仲間あっ没办法不能喊啊真的哦这首我好像可以唱如果知道歌词的话我没办法发出这种声音，超强的。
像不是，你像。还是不要吧，太好笑了。其实真的很强。哎，说是，これじゃないのかな。刚刚有人说什么三连什么的，三连，那你听歌。对的，对的。あれ？見つかんない。刚刚有人有可变三连，好。このコールを受けて笑わずに歌い切るアイドルを尊敬。絶対笑っちゃうね。もう最初だって初めてそのカモ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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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ベイビーハオザイチバハオって聞いた時めっちゃ笑いそうになったもん。どれがいいかな、ないのかな。かゆい。喜欢前奏粉丝在打 call 的时候看到成员的嘴型也在打 call。 我有时候也会，いや、わかんない。どれがいいんだろう。これにしてみよう。ちょっと、これ？すぐが。是这个吗？好厉害呀、啊！你们都怎么，你们都怎么学抠？就是很多，会不会有人不会日文，但是可以喊抠？太厉害了吧！但节奏跟我知道的不太一样，好像有点慢。我刚刚播的是，对，一样是那个 Love Live Sunshine 的歌。Love Live 粉丝都怪怪的。对，又是水豚。我觉得 Luca 比较厉害，都找到这么奇特的影片。我也觉得。現地でこのコールを真似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って書いてある。其实影片上面写不能在场，就是现场喊这个口。可以喊啊，常喊就记得了，好厉害！不会日文、德文，但 mix 都喊，真的超强的。而且刚刚的什么可变什么的，连日本人都觉得这个很难背哦。那第一名奈姆。OK， 好吧，今天到这里好了。不会喊只能当集中，集中哦，集中也没关系。对啊，只要来我就开心。等一下，今天第十名的名字我看不到。第十名是谁呢？对，就是都是无意义的，都也不是，应该说单字无没有意义的，对，所以感觉很难背。
等一下哦，不然我先喊第九名。今天的第九名是八维，谢谢八维。第八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七名是可可妹桑，谢谢可可妹桑。第六名是雷克桑，谢谢雷克桑。第五名是强纳桑，谢谢强纳桑。第四名是田中，谢谢田中。第三名是吕冠，谢谢吕冠。第二名是 Sega， 谢谢 Sega。然后第一名是帅源，谢谢帅源。Don't think, just feel， 考えるな感じろ。其实跟ガチ恋一样。看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原来第十名不是写名字的，这是什么鱼吗？谢谢第十名的送我很多鱼的，不是啊，不是，名字很多鱼的人，谢谢。はい、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またね。バイバイ。最後、就给你们看可爱可爱的ポンちゃん。よいしょ。等一下。又开始睡觉了，好可爱哟！你不觉得吗？你看，哎呀，关江，关江，你看一下镜头，他说不想看，好了，大家拜拜。Thank you.